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神爱世人》这个小册子第29页，第29页，你们的上主那位至慈的真神，他的那颗真心总要将全体人类都视为是一个灵魂，都视为是一个身体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，六道凡夫的之间跟上主确实不一样。今天我们要跟上主学习，就应当很认真地向他学习。啊，把人类看成一体，而且呢，都看为是一个身体。只有当每个人的内心都愿意为全体人类献上祝福时，真正的和平与安宁才能够实现。啊，这一句也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现前迫切需要的。要学上主真正的和平安宁，就在这个世界实现了。上帝，上帝的人类子孙们，个个都是亲兄弟，一个人所寻求的事物就应当为所有兄弟们都盼求。这个话是上帝说的，每个宗教都有一个上帝，上帝只有一个，他跟佛经上所说的一样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应机说法，普度众生，一个都不漏。众生喜欢嫉妒，就现嫉妒身；喜欢真神，就现真神身；喜欢佛陀，现佛陀身。乃至于在中国，中国人文化悠久，上古时代
最尊重的圣人、上主、上帝，在中国就先圣贤啊，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来教化这个地区的众生。这一个概念我们在此地学到了，一切时一接触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我们是同一棵大树的树叶，同一个大海的一滴海水。我们所喜欢的事情，希望人人都喜欢；我们厌恶的事情，人人都厌恶；我们所求的，就应当为所有兄弟们去祈求，而不是止于自私自利。底下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要愿意为全体人类服务，要彻底放下凡事只为自己的念头，无论在何处，敌意与对立都只会给人类带来黑暗，无论在哪里，爱都必将会为我们带来光明。现在的社会混乱，地球上的居民绝大多数，甚至于可说是全体，都有敌意，都有对立啊，带给我们社会相争，不是相爱。彼此不能相容，给社会带来的动乱，怎么办？宗教的信徒、神圣的学生，我们常常说，必须要把上帝的爱心找到啊，找到之后放在自己的心上，我们代表上帝，我们让上帝的爱心在我们身上发光，谦虚一点，不敢说教化众生，影响大众。我是一个真正宗教信徒，我信哪一个教，就跟哪个上帝学习，要学得像，不要求别人，要求自己，每个人都回头，都能要求自己，效果就出来了。
像经上所说的，敌意只会带给人类黑暗，无论在哪里，爱都必将会为我们带来光明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敌意看不顺眼啊，我不喜欢，这些概念会带来灾难，小是个人，大灾难像战争，太恐怖了。过去没有这些科学武器，人还不能够毁灭地球。随着科学的进步，现在核武战争，人有能力毁灭地球。地球上这些苦难众生，我们是用慈悲心去看他，对待他，还是用厌恶的态度来对应相对？这两条路不能不清楚，不能没有选择。所以有不少人问过我，今天世界社会混乱了怎么办？关心的人越来越多，关心不能解决问题，要有行动。那是经典的教训，最好的资料。不要对任何人，加强我们自己所不愿意承担的负荷。要做到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是我对你们最完善的劝诫，愿你们都遵守。这个经文里有一段话，用的是中国成语翻译的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自己不愿意的，绝不加之于人，这就是恩德，这就是神圣的学生，是上帝的爱的儿女啊，帮助上帝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回头向上帝学习。这就对了。经上用的是好啊，这是我对你们最完善的劝诫，愿你们都遵守。下面一段，
借用你的仁慈，你让我抵达了你那神圣的地境，并允许我安住在那信仰的情谊之殿，直到我在那里看见了关于你的慈悲的明晰真相，观察到了关于你无碍一体的种种明证，体会到了你庄严的体内光辉壮丽，你那圆融不二的根源，以及你那统治万有的超然境界。每一个宗教仁慈的上主都是这样教导我，这样的盼望着，效果从哪里产生？从我们产生。我们要认真努力读这些经文，用经文来治自己的毛病，啊，用经典的经文认真的学习，务必把经典的这些经文放在心上，放在日常生活里，待人接物，起心动念，言谈举止，能够跟上主的教诲相应，就对了。中国古人做学问，要求信节行政四个字顺序啊。第一个，对老师信任，对父母信任，对长辈信任，这些人生我、养我、教导我，我们做 学生要至诚恭敬的心来对待，唯有诚敬才能建立信心，才能接受经文经典的教训。古人说得好，一分诚心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心你得十分利益。这一本经书摆在我们面前，上帝爱世人，我们在这个小册子里看到所有宗教的上帝，或者叫所有宗教的上主都可以，他们
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期望？我们要能体会到，然后你才见到真神的大慈大悲大爱。见到了，体会到了，相信了。经典所说的多多的读诵，都在熟，熟透了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起心动念与经文相不相应？古人讲，一分诚信得一分利，十分诚信得十分利，这两句话重要啊。我们能学多少，能跟古圣先贤读圣贤书，有没有做到圣贤，完全在看你有多少分的恭敬。所以从哪里下手？从诚敬、真诚恭敬下手。我有一分真诚恭敬，只得到一分；有两分，那你只得到两分。真的不是假的。中国五千年的文化，上面可以推到皇帝，尧舜禹汤就有文字及文献流传到后世了，不是假的。老祖宗世世代代一直沉传下来，一代传给一代啊，到我们这一代发生问题了。我上一代问题有了，还不是很严重，到我这一代了，问题就很严重了。我们常常想，还是必须向经典学习。人变了，经典没变。再过个十年二十年，我们担心的事情可能爆发，经典出问题了。现在人注经，给经做注解，不是古人的意思，是他自己的意思。这问题重了，这样以后文献经典就不可靠了。这多可怕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希求真神要派使者到人间，要派先知到世间，当老师来教化人民，是我们恳求的，希望梦想成真，
希望我们年轻底下一代认真努力学习经典，让经典不至于失传，还是一代传下一代去，这个功德第一大。这个贡献第一大，还有什么好事能在他之上的，找不到了。所以为往生即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是世间头等功德，我们要认真要努力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都不是主要的。啊，所以我们真正希望像此地所说的，经典上说的，那宛若大海的神圣连体，如果你是这一体望洋尘世中的居民的话，那么你就会认识到真神所派遣的所有先知与使者们，他们全体就是一个灵魂，就是一个身体，是同一道光明，是同一个精神。你会认识到那位最初出现的使者并不异于最后来到的那一位，最后的那一位也就是最初的那一位。我们能理解，不难懂。诸佛菩萨众神的使者常常来到世间，起不起作用啊？不起作用。为什么？世间人对他不尊重，没有恭敬心。那我们就晓得了，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教育，什么教育？儿童教育，小学教育。我们把中国五千年来的小学四书里面的教科书一共有20多种，印成一套，小孩从2岁开始教，教到5、6岁，伦理道德根扎下去了，根深蒂固啊，那才叫真正人才啊！我们敢想干呢，不能不干呢。中学6年。学四书五经，学13经，这个汉学才能发扬光大。普度众生，大学6年。教科书一部，唐太宗所编辑的群书之要，这部书的内容是什么？古圣先贤教训里面太多了，几万册的图书啊，在这个里面选，精挑细选，
选了六十多种，把有关于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这四桩事情需要的智慧、需要的知识、需要的教诲，都在《群书治要》里面。读这一部书够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